论钢枪我就没怂过，给我一把小手枪，清空巨港不过分分钟而已。见鬼了，落地十秒钟，别说手枪，就连铁锅也没看到一个。撬棍儿，虽说这比空手强一点，但是也强不到哪里。枪是有了，只不过就是不太正经。我说的是手枪，不是信号枪。枪声越来越近，我还是抓紧时间跟队友汇合吧。VSS， 要不要这么玩我？给我留十发子弹也好啊！黎明前的黑暗或许让你心生无助，而希望却永远都在。不能放弃前行的勇气，在黑暗之中寻找光明。终于有把像样的武器了，不跟你们玩了。我要认真起来了。有脚步声，在这边。你们要过来啊！这仇必须报。面对疾风吧 ！S1897， 大意了，这队真的太凶残了。机会还是有的，目测三号移动的方向。这是准备去救人了，有本事你别走，待会儿我就来收拾你们。嗯，人机吗？该死，是个老六。这次可真的掉大分了。失败并不是结束，而是再次尝试的开始。从错误和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，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。尽管一路坎坷，但我相信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。这才刚刚开始，不要以为我在吹牛，给我一把手枪，不封神就成魔。二楼还有一个，别藏了，出来钢枪啊。拿着阿卡了不起，左轮手枪了解一下。时光飞逝，岁月如梭，空投都抢了两个，却连个能打的队伍也没遇到，人都去哪里了？三号在打什么 ？Watch out！ 想跑，晚了吧？就这样，背着586发子弹的我们，来到山顶的一片房区，是时候酣畅淋漓的大战一场了。不为别的，就是想要消耗一点弹药。要是一个满编队该多好，可惜只有两个人。烟雾弹，这是想要拼命的节奏。终究还是看错了你，竟然想跑。现在还剩12名敌人，努努力，十杀还有希望。295方向发现敌人，停车了，爹要跑。该死，中计了，对面放下一名狙击手吸引火力，这是准备要强攻的节奏。蹦蹦，听脚步声，楼下就只有一个人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直接莽过来干掉他呀。3v1没道理怂啊。右方向又来人了，谁能想到队友竟然连个抓钩都没有，不出意外我要凉。我是杰西，我还会再回来的。